就你漏的时候，宝宝，啊，你在这样，一定要这样子，因为这样子你跟你那个 camera 配。对，那现在早上是几点钟？5点钟左右，我跟另外两个人都没睡好觉，没有那个，都很早起来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准备从酒店出去外面走一走。啊，酒店旁边我看一下，蛮好看的。蛮好看，酒店很好看，对，很漂亮。漂亮酒店，好，行，OK，Let's go。我跟丽阳现在来到旁边个公园，这个天还没亮，但它这个灯光挺好看，人就看不清楚了。我们在这个威海国这里，一定要这样子拍，一定要这样子拍，宝宝。对，好，好，这样一路转。这个漂亮啊！这个在藏族市的这个江边哈、这条江名字我都还不知道。是吗？哎，等一下。这样也不是那么大。哦，这是 video。哦，San Francisco。哎，San Francisco。